狂的掌声。我就完成了男人最爱的武器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宝剑。low 逼的，才不是宝剑。加油枪，先九二九五九八，你还想哪种？九八。这很重要哎、欸，请问一下，你们一个月见不到两次加油枪的举手？大家都见得到吗？重不重要？超重要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不适合用加油枪？所以我觉得我们是。我要换成宝剑，好吧，来帮我们。那你们要知道哦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拿着宝剑，可不可以走在路上随便哈哈哈哈乱打人？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要站这么远，我没有口蹄疫，也没有汉他病毒，过来一点。谢谢，谢谢你的笑声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笑声。好了，所以等一下呢，请务必记得哦，拿着它走在路上，不要乱挥。可是你只要看到坏人，不要客气，把他的手抬起来，哗哗哗哗哗。他就倒在地上，死到不能再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笑死。好，来到哪了？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家，叫做刀鞘，对吧？好，那来，我们换一个颜色，换一个美妙一点的颜色。嘿，来，这两条，请问你喜欢哪一条？右边这一条。右边哪一条？他先把宝剑先放地上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来比赛，只要你吹气球吹得赢我。Lami girls, Lami girls, Lami girls 哦，轻轻试一下。我随便说的，来，我不要负责。开玩笑，也可以吗？看着你腼腆的笑容，老婆没有在现场。没有，没有，老婆今天没有跟着来，对不对？真是想来的。眼睛睁起。所以 ，Lami girls 的轻轻可以，还是我的轻轻？我努力。你努力是我的轻轻，还是 Lami girls 的轻轻？我努力争取两名 girls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你赢了，我让两名 girls 请你吃下。你输了，你请我吃下。我觉得怎么样对我都是惩罚。你输了，今天现场所有好朋友，这一整天的消费算你的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你看看，你交了什么样的朋友？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输了不用负任何责任，你赢了一样，阿明就请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大赚，好，大赚的，来，这个麦克风先放旁边，你可以先放口袋，先放口袋吧。好的，台下我数到三，你们一起说，预备开始，好吧，预备，